在地鼎国社团今仔日伫光复宫举办联合关怀活动，因为现在当是暑假，学生拢放假，因此会考的存量嘛减少，目前上欠缺的是 O 型的血，希望民众踊跃捐血。除了有关怀活动，组织病院嘛趁着这个机会举办骨髓干细胞的东岸建立宣传，共同来帮助血癌的患者。由西丽丁国社团联合举办的关怀活动，受到真侪民众的欢迎。趁着假日机会，大家拢踊跃来捐血，唔但当救人，要身体更加健康，而且各种礼品好体，大家是拢非常的欢喜。今天呢，我们云林县健康学院跟云林县后线在广福宫前面举行捐血活动，希望捐血一代救人于命，希望每个人都能救助一下需要的人。那我们就是结合稀有地区的各大社团一起举办捐血活动。那以达到捐血一代救人一命，想要突破去年的捐血量，让我们血库不会缺血。除了会有民众踊跃捐血，组织病院也趁着这次机会举办骨髓干细胞东岸建立的活动，因为目前要配对适合的几率实在是真低，因此组织病院也希望会有更多人来参加，共同帮助血癌患者。如果是有血癌、骨癌、严重地中海贫血的人，他们没有办法制造血液，那透过别人的干细胞捐赠，他就有办法延续生命。他的捐赠几率只有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，那几率不大，所以我们呼吁青年朋友为建党的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。民众除了日前参与捐血，更是在主动建立骨髓干细胞的档案，也表示真欢喜，会当有机会帮助更多病人。有民众表示，因为身边就会感染者，因此是感同身受。我大学的时候就有参加过建党，那差不多是十五年之后才配对到。那之前因为我爸爸他就是肝癌，然后需要捐肝，那我自己也曾经捐赠过肝给他，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会非常的需要，想说有看到赶快来做个建党。建党以后看可不可以帮助其他的。对，有朋友遇到过，所以知道等待的那个痛苦，对，所以就想说可以尽一份力就来帮忙这样子。因为目前当时暑假期间，因此会考的会量也变高，有淡寡不足。主办单位也在感谢日前参与捐血以及东岸建立的民众，因为有大家爱心的付出，才能来帮助更加侪病人。记者江怡昌报道。